到我们的这个新攻略，我们要玩的是这个游戏，然后给你们看一下为什么这游戏的攻略，就是中间这个是大奖赛模式，然后之后你会破出这个东西来，然后先讲一下我不会破这个，等我破完这个的时候我再去弄那个，所以我们今天用这个答案。那我们今天现在玩躲避球，中间这个一个人分对三，然后为了破出更多隐藏人物，我用妖西。猛天猛日，奇诺比要在摘花，突然下雨才怪，一个陨石冲撞蘑菇王国，然后他就生不如死，然后跑过去看到暂时，被分开了，我们要把它结合在一起，然后我们就捡到躲避球、篮球、曲棍球还有排球，你可以看到他现在拿的是躲避球，那我们就直接跳过吧，后面没有成功的，所以大举狗就是躲避球。你要跟球比较对打，那你可以看一下按二就丢他们，是最基本的，那你可以按二接住，让一传给外面的，然后这个时候再按一，他就会传给你，然后杀球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来到这个最基本的关卡，然后一开始我们要先播球。会闪嘛，有，所以要冲冲的那个，你可以用助跑，你的攻击力更大，还有拿到钱的也是一样。然后你按一，然后那个家伙就会冲你。啊，你知道，闪过去，选这个球。看攻击力比较大，然后你有拿球的秒数限制哦，就在左下角。那你可以看到左下角那个格子已经满，然后你按一加二，就有这个必杀技。很明显，我不会用优势的必杀技，因为没有用过。好，你可以看到我们就马上杀掉一个，杀掉人会跑去外面，你们都知道。那如果后面我就不解说，那你就记躲避球的基本规则。砸你。再使用一次，
吃必杀。哦，原来是这样用。我不知道它是怎么用，原来是这样。结束。是，啊，没有射中。按要求你就给我就对了，因为我要杀死马里奥。然后你三个杀死就赢了，或是人数比较多的人就赢了。你可以现在我们现在只剩四八秒多而已。啊，没有杀到。杀到了，他挂了，那我们就赢了。然后这游戏一场就是有两个，就要比两次。所以你要赢两次，然后后面那个第三场是两都没有分出胜负的话，你就要打那第三场。看来像这样你就可以接到那个球。哦，等一下我要去喝水，然后口渴，收拾好口渴，那就被砸到。按你可以躲，不过很明显不会用，还给我啊。不要给我那种很恶心的表情。啊！谁会抢到他丢给他？那我必须说明一下，难度模式我不会去破。因为那个比原本的难，非常难十倍。那你是不可能。嘟嘟嘟嘟嘟，你的大金刚已经挂了。他有时候会丢假球，你就像这样甩一下，你就可以丢假。然后那只猴子非常开心，都是砸我的。接住就很好，如果你接住的话，血就不会损失，就是七分的意思，我都知道。如果他没有接住，他血就没事。看一下，那他挂了。住好，等到这个发光的时候，啊，知道，知道。快传球啦，废物！他不传球，他就输了。行，你的，就你的，就像这样。然后，假如说魔屋杯里面有三个关卡。
几十万合合适。这么久，你看还是跟奇诺比较就是。我们就继续下去。我们也要丢给外场。那如果你按 A 的话，它就变成成龟壳。来吃一个龟壳。哦，假如说你钱很多的话，你就可以一次就杀死他们。比如说，如果血是满的话。你要全一次杀死他们，你就要用七个硬币。那目前我们有三个。然后突然来的海浪，给我去好不好？这游戏可以用双截棍玩，你也可以用那个，就是横着玩，我是用横着玩的。我又跑回来。他的球不幸被我接到。然后如果你自由模式的话，你可以自动不是就自由设定那些规则，什么玩几场啊，一场时间几分钟啊，什么什么的。那你可以看到，太逊了吧。那好烂，我要助跑。他扭什么屁股啊，杀伤力蛮大的。哦哟，我们就懂吗？对。啊，你接到？谁知道他会传给外场？闪！会闪吗？明显是挂。如果你传给我，你就死定了。就现在。还在扭屁股，还在挑衅，还在挑衅你这么厉害的优势。哎，我知道了，我是不是有动脑？好了。沙丘，那、no, 快点跑过来！我想逃得了才有鬼。
线，那我们这期就先到这儿。